多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东边住的地方比较贵，它可以去大南岛比较便宜的，然后它干脆买。对，那价格买全日本，那价格更贵。可是我记得上次看有些影片，他们是搭那个，就是东京去那个京都的那个巴士。今天是没开水哦。有啊，有，很小，一条，难怪看不清楚。难怪，对，可能不小心让它流出来。你要久一点才能去顾爸爸。这是给你一个瓶子好了。来不及那个小巴黎真的是像黑贝的脸，好，对，他现在只在最后一点点的优势，对，再来就会被揍了，对吧？他就已经被揍了，我等你，忍你很久。哎，不知道他那个白屁毛不见之后，到底会差多少？就，哦，现在还要跨。脚长哦，因为以前元仔他们不是还没那个冷冻池的时候，我记得应该有机器，我记得标靶也有堆过给他们玩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遇到一种好给他，他可能放在里面吧，对，他说这边四肢直接吃掉，他不知道，对啊，他不是误食。你可以就在洞里吃啊，在城堡里面吃啊，坐那边吃。躺好，这么热，他们现在那块没消，改成什么热点？快开始了。阿姨，阿姨，这个洞里面待不住，太热了，太热。对。他现在这一块没有，一直还没消。对啊，他把那个玩掉。